eWorldTrade 这个平台呢，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开始用，之前也做了其他很多的 B2B 平台，但是说做的比较累的一点就是每天都需要上传产品，然后还需要大量的员工来做后期的维护工作，但是这个平台呢，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比较省心，不用每天都上传产品，然后他会给我们分配一个专业的销售人员，每天来跟我们沟通产品的上传以及网站的制作，所以这一点我非常的开心，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有更大的发展。